很高兴啊，到访美丽的哈萨克斯坦。我这次来，亲身感受到哈萨克斯坦蒸蒸日上的发展景象。相信在你的领导下，哈萨克斯坦人民一定会建成一个富强繁荣的新哈萨克斯坦。 中哈友好根植于绵延千年的古丝绸之路，又历经建交32年的合作积淀，达到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，世代友好、高度互信、休戚与共成为中哈关系的主旋律。我愿重申，不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。 中方维护中哈友好的初心坚定不移，推进全方位合作的恒心坚定不移，在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的决心坚定不移，对实现各自国家发展目标的信心坚定不移。 我愿同你一道，携手构建更加富有内涵和活力的中哈命运共同体，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发展稳定注入更多正能量。